你是为了要保障我的身体，因为我是全身术上重要的容器，我做任何一个少年健康的身体，你嘛感觉对遐尔好。俊传给我今年跟你讲的所在，阿强。你别这样啦，你这样笑阿伯也抓不到你的心思呢，可是说你来认为阿伯现在没宽没细没力量头保护你，不过请你相信阿伯，早晚我一定能东山再起，时间一定变成你最好的战友，以后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绝对会尽全力挺你到底，这才是真正的亲人，你说对吧？大伟，阿娇啊，你是要创啥？你是唔通冲动咧？我是你阿伯咧。对哦，阿伯，你讲你会听我到底？假使我即马想要大闹天宫，拍一场无可能赢的战争，你敢会同款义无反顾的听话，挡在我的面头前，被逼在我后壁，还是啷讲啊？阿娇啊，你哪咧讲啦？秘书你已经准备好要开战了呢？你讲啊。我想到的是，你聊我来这，而且把赵明武搞这尔大，应该不是为着要对付我啦，是聊我来跟恁爸献白宴。你无用唔对，我就是要嘛来这，把所有代志要清楚，安尼以后才会当好好相处，你讲对吧？这要哪样个啦？阿强啊，你先莫这尔冲动啦，你想看卖啦？伊江总裁即卖款式，你若想要甲伊吃饼，伊根本就是替家人来讲石头啊！啊，既然知影拼袂赢，那呢，就要以上大的利益替家己未来设想嘛。就算讲哦，江总裁是有私心啊，一定温暖你的心事。啊，不过这嘛无代表讲伊就坐家办事啊。而且，伊嘛是一直真心伫咧对待这个养子，你嘛感受会着，敢毋是？真心对待。你讲阮爸是真心对待我？迄真正是我即生听过上好笑的笑话。我阁讲唔对啊！啊，你哪会笑到安尼啦？阿伯是真心为着你的未来哦，提出建议呢。你想看卖啦？就算讲江总裁唔是你的亲生爸爸，啊，不过伫个法律上，你嘛是为个后生啊，将来伊的江山嘛是会拢交予你。只要你介意哦，保持好的关系，你的未来啊，绝对是一片光明的。你听阿伯的话啦，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冲动哦，做出会让你后悔的代志啦。我想后悔的代志，就是我的脚手无够猛，迄个时阵伫个海边也无甲你处理掉，抓拍无死电刀哦。卖叫是讲我唔知啊，你的听话是甲我当作你要翻身的筹码。你唔是真正咧听话对我好的，你是为着你的未来咧铺路。我哪有你讲的这么卑鄙啦？少爷，总裁的特助已来啊！阿强啊，你千万要冷静啦。假使讲你若感觉满牌冤气无底套，
那安尼你就交阿伯，我来哦，甲恁爸讲，我保证，一定会当让你甲江总裁爸仔情好好维持，而且会变甲愈来愈好。你一定要相信阿伯啊！到位。阿舅，你先说。阿舅，阿舅，你个吊架是要冲啥啦？我是要跟你斗三公嘞！你妈蛋，你对阿伯啦！快放啦！妈哥讲你是我阿伯，我一听是感觉足解药的啦。为着避免你变成我人生的污点，我今嘛就跟你放点好点饲鱼，安尼颠倒对环境哦有淡薄仔帮助啦。就要回去了啦，阿强啊，你是气笑，去给我放下来啦！江总裁啊，去救我啦！阿强已经失去理智，要对我这个阿伯下手啊嘞！你去阻止伊啦，唔当会犯下这错误，紧的啦！啊！阿强啊，你是在创啥？就算讲你玩了偷窃陈东子，想要替你阿公报仇哦，你嘛带念伊写你的诗单呢？啊，刚好就好啊，放你耍。我即马就是要甲囥在何中亨啊！你唔知我袂乱来呢，紧甲人啊先放落啦。你阿公唔肯老实讲，我是要讲啥啦？哦，你是讲陈忠信破坏你阿公的墓哦？我咪甲你讲过我的立场啊！你讲咧地心，我讲唔是一件代志。我是讲咱两个人的关系，我是要讲啥啦？我就咧奇怪，为什么你要出钱出来帮助陈东俊？原来是因为用我的身世去威胁你。咱这个报告书顶面是啥啥，拢无得改变。你是我江中年的后生，也未影响到我对你的感情，还够忠心。你唔通跟我别乱来啊！行，我回来，紧。看戏的空，看戏的空，怕输一空，看戏袂人清醒，敢会够相信台顶的戏是真呢？啊！是讲你演戏演到，唔知影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真正当作你家己是爱我的，摸着你的心门看卖的，你真正把我张超强当作是你的后生咧疼惜，还是你疼惜我受歹环境？敢讲你拢感受袂到恁爸对你的疼痛，老爸爱护后生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，哪有啥物原因？就算有原因。嘿嘛是希望你个当，甲你栽培做接班人嘛。你念记，阮娘的代志，你无做个插嘴。看到迄个报告进程，我当然嘛愿意相信，你是真心的爱我，真心的看中我的。啊，不过偏偏阮爸是无所不能的神，唔是阮这块普通人会当了解，所以我就抽丝剥茧，偷偷啊去想，偷偷啊去了解。后来我才发现。你从来不敢笑我，你信我，我去做所有我想要做的代志，甚至我犯错的时阵，佫替我试卡撑。迄个人爱我，迄个人疼惜我，无愿意让我受到任何的伤害，迄个是有原因的。超强，你收收这啊啦！你今次莫讲明讲，你是爱逼我搞我知影所有代拢讲出来。逼我伫你面头前毁掉我家己，毁掉你长生不老丹王，你才还讲什么？你，你在创啥啦？你千万不能冲动哦，千万别，你不要伤害了你家己啊！我你家己想讲出来，你讲啊！
我有时间来回饮食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就该救出水面，回窗家开，千万唔通让伊听到曹雪的讲啥，知无？好，我知影。你个林俊仁啊，你到底对爸有啥物误会啦？我唔是误会，是你甲我骗，是骗局一大，大到我用真心去搏。这骗子足厉害，你明明就甲阿公的话术拢乌透透，你搁厝内底人煞完全无话的，你才会当顺利甲我阿公有操去带你去迄个密室，是要点样下酒？我敢知，阿妈超厉害，甲超越救走，阿无超越就参像我同款。莫名其妙钓你的话，这是超越跟你讲的。是，你有你的讲话，去欺骗超越，超越嘛伤心，等下尴尬。阿唔讲我年轻化身的代志，对伊来讲是永远的空罪。你到即马拢会记你把酒背开的时阵，看到我到底伊的心有变画面。我跟你阿超越未婚是要创啥啦？五年前你化身家己有脑瘤，你无想要死？就想要用转身术继续活落去，超越就是你需要的灭火，我是你需要的容器。你准备变成我，用江超强的身份继续活落去，那就当合力结成一切。寰宇集团嘛，未免做别人的。你是要来乌白讲情啊？你是我的亲人呢，我是安怎要安尼对待你啊？我只骂那个那父子之间的鬼话。你就真有转身术，会让长生不老，面对这款诱惑。你哪有可能无要试看卖？你是什么人？就你不是人，你是鬼，你是当着天界的魔鬼。这款魔鬼会要紧什么亲人？楚江，你是如何如何难的你？好啊，想要试看卖，你是不是真的疼惜我还害我？我得直接毁掉你的转身大梦来试看卖。为着我做人看袂清楚，我做鬼来看清楚。你不要安尼啦！跟我两个，少爷，你看你们怎么样，少爷？你看那，少成，少成，少。陈东俊，陈东俊阴袭啊！小心右边。看起来阿强王已经知影真侪代志啊，伊袂甲你胡搞啊！伊即马我把腕开，袂阁吞忍，若是放伊走，就亲像一只不定时的炸弹，随时化崩就崩，我来疗伤袂够。早晨个性也失控啊，袂少啊，笑到真梦中啊。袂呢，你阿刘少甲你阿转来，阿来我后壁，代志就大条啊！我在，派人去找。